快下班了。是的呢。你开到几点？五点啊。五点？那还早。五点还早吗？嗯。可以不说。你不说，我不信。你这么瘦。你这么瘦跟骚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瘦，这么骚就是这么瘦就是这么骚吗？这女的有味道，一眼港风。什么风？港风。哦。哼。哇哦。哦，都是情郎。我以为，我以为。你以为练什么？我以为。你以为亮枪了是吧？对。要这事儿不行，太痒。哦，不行啊。嗯。行，怎么可能不行呢？行，要相信自己会行的。行，照照。你是哪里？我是四川。那好，你现在把那个画的学会。嗯，必须的。这、嗯、你叫啥？我是听你叫的。杨楠，看来你适合做柔式，柔式的话让你身上全发麻。你看，哎呀，这都受不了了，我靠！你这柔式要加重吗？啊，不知道，俺不做柔式。谁跟你讲的要加重？不加重？我问一下。不加重不行吗？现在很多人都要加重。要加重？加重也没意思啊，加重能干嘛？很多地方有啊，有意思啊。就是，什么意思？你说的是哪种意思？就是能。就意思一下。就是意思一下是吧？嗯。不然呢？不然加重干啥？意思是哪种意思？好好奇呀、啊，嗯，没做过，所以有点好奇。你们女的又不做，有没有男的给你们做？关键是没有男的呀，没有男的，男技师呀。有男的你没想做是吧？啊，有男的我肯定做个 SPA， 我操。行。必须舒服才行。下次开发一个这个项目。开发这个项目就是。受滑了，找个店专门都是男的。为什么女的可以服务男的，男的不可以服务女的吗？就因为可以啊，为啥不行？可以、啊，不是就这种服务啊，就不是，也不是这种服务，是那种服务啊。因为女的对男的吧，可那就是那，就是擦边了，是吧？他们是按摩嘛，那时候他们打完麻将那啥的嘛。喝完小酒就来放松一下，跟老哥讲泡泡脚，其实尿一下猛男哦，是吧？摸摸八块腹肌胸肌，对，就多得劲儿。你好小，你是不是00后？嗯，你咋知道我小？看着就小。哎，我谢谢你，好多人都说我不小，没办法，我就说我不小了。很少有人讲我是00后了，你看自己也，你看就是00后，我自己也差一点以为我不是00后呢。你看就是00后，可能因为你讲话不像。嗯。可能是因为你讲话太那个，太成熟了。是成熟吗？嗯。你这穿的是什么水手服吗？我感觉像校服一样。是的。
我们以前高中校服就这样。你们高中校服这样？女生那个校服就这样。哎呦，真的、啊。嗯，那校长看着不让穿。校长的时候啊，那身好身材的，必须要露腰，不露腰的话，都看不出来这点身材怎么样。后来搞得校长不让我们穿。困了，嗯，好困。你几点睡的？我几点睡的？早上睡的是吗？我睡得早啊。你几点下班？五点下班。我操，五点。七点睡。六点。七点。睡到几点？然后今天的话，两点就起来了。好吧，比我起来还早。然后三点就上班。你们三点上到三点是吧？哎呀，三点上到，哦，不是五点上到五点，12个小时。嗯，起来加班了几天，所以有点困。五点应该没人了，五点哪有人？五点没人啊，昨天晚上五点没人，但 我说早，我下午五点也没人。下午五点？嗯。是没人啊，但是提前来加班了呀，就三点就开始。下午就来加班？嗯。好吧。有人吗？下午？人不够是吧？嗯。就打电话叫醒人吗？今天不礼拜二吗？对啊，礼拜二。我操，礼拜二下午。礼拜二我们这边会员日嘛？啊。有点小忙，小忙。意思意思的。会员日便宜一点是吧？会员价啊，会员日优惠一点，不是便宜一点，是优惠一点。有些人下午真闲呢，下午都有时间来洗脚。不用。下午做资料的还很多呢。是吗？嗯，下午做足疗的，便宜嘛，我们下午做，这普通足疗的。我以为周末人多。嗯。上班之前就是那个点，就是有人。就12点到1点。嗯。上班之前那个点。对的。就。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对对对。本来泡个脚。我们以前经常是。然后。给我按一般就轻轻按就行。嗯，太轻了你就讲。没事，多轻都行，只要不痒就行。哎呦，真的。没事。刚刚好奇怪，这边因为安静，因为很偏僻，很清静，所以那些老头子愿意来，你知道不？怎么呢？不知道，怕被熟人看见是吧？怕被老婆看上。然后这边停车位也多啊，可以停在后面，停在最前面，这么咔咔呼呼看不见的地方。老头不敢停店门口。嗯，然后，反正老头也搞笑，老头多，喝了一点酒。老头子多大年纪算老头？40岁。嗯。不算吗？还好我这种不算，你这种顶多就算算啥呢？你多大？小老头。小老头。小老头。一般我是这样认为的啊。那么40-50岁就算老头。30到40，老头这个算就对、啊、就算小老头，40-50岁就是我们就算老头了。